各位好，咁以往大家要知道咧，就係打五打五啊，甚至打半場嘅時候啊，哇！呢啲隊友啊，啲豬隊友啊，傳波咧傳到去你膊頭度啊，或者喺你前面，或者傳到咧就係喺個膝頭哥要你執得好辛苦咁咧。哇！呢條友咁鬼似我嘅，咪就係我嚟噶啦。有陣時咧，華啲打波嘅時候咧，雙腳急停做得唔好啊，甚至咧就喺閲讀球賽嗰方面咧做得唔好啦。技術有啲差池嘅話咧，都會造成咧就係失誤嘅。所以今日就同大家講下一啲咧簡單嘅傳球訓練。首先咧就係其實喺大家平時練射波啊、練拍波之前咧，都可以揾個隊友就係做一啲咧簡單嘅傳球訓練。一開始可以做一啲咧 chest pass， 一啲空前嘅傳球。咁我會咧轉換重心腳嘅。咁你見到咧輪流就係右腳踏前啦，跟住咧就係左腳踏前。希望每一次都是传到给对方的心口，我们这个为之叫 chest pass。 跟着我就会做一个就是单手的传球。何谓单手传球呢？就步发 footwork 是很重要，这件事 Steve Nash 是做得很好。看到我踏右步、踏右脚，甚至是踏左脚，都要好识咧，系平衡到自己的身体去俾波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做完右手，亦都系要做左手啦。咁啊，好明显咧，会见到咧，就系做左手嘅时候咧，嗰个传球啊，系会比起右手啦个准程度甚至力度比较差啲嘅。咁啊，始终咧就系左手系我弱手。咁但系好多时候咧，好嘅球员咧，无论去左边啊，去右边嘅时候咧，都系可以咧俾到一个靓波，同埋俾到一个位置咧，就系、是。在自己队友的心口呢，令到呢自己球员呢可以即刻做一个 catch and shoot 的。以下下来这个训练呢，在职业层面呢，当时呢 CBA 呢就是说东莞猎豹呢，即是现在深圳猎豹，他们都有做。在 offseason 的时候呢，他们做很多协调性的训练呢，就是拍球去一个15尺的位置，急停转换重心脚给球。在这里呢，我就是警惕下一些呢，就是球员啦，在个 overhead pass 的球不要摆在后尾枕去俾波，因为当你摆喺后尾针俾波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候咧，对方嘅防守球员喺后面可以抹走，咁所以应该喺呢个头顶咧，甚至咧就系话喺个额头前面咧压出去，呢样嘢咧可能系初中生咧比较难做啲啊，叫做 overhead pass 头顶传球。咁当然亦都可以加啲 combination 咧，就系一啲弹地波啦。咁啊，今日都系做简单做一啲热身啦，所以我就冇好刻意咁咧，就系去斟酌佢啲转身做得唔好咧，而去咧就系去讲佢哋嘅。嗱，记得啦，急停转身俾波，急停转身咗之后先俾波。OK， 咁所以呢啲咧基本功咧，其实喺职业嘅球员嚟讲咧都有用嘅。所以大家记住啦，无论你系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，其实你分几条队、一队波咧都可以咁做。而真系嘅，好多职业嘅球员咧，亦都系会做呢啲咧好简单嘅训练，尤其是急停嘅重要性啊！未 subscribe Emil 昌华啲嘅朋友咧，可以 subscribe， 跟住俾个 like 同埋揿一揿个钟啊！再见。